命不满，家规要求多，其实是领袖请用心良苦。有卡拉 OK 的场合一定要上台表演。他就说：“哦，跟你出去吃饭，就开始叫我跳舞一首，然后再来一首，再来三首，再来四首。”我们家小时候是这样，从小就开始在家里啊，在外面练台风，这样上大学才能谈恋爱，毕业后才可以外宿，同学都可以一起讨论恋爱的烦恼，我就坐在旁边。以前我就很向往要当歌手，一谈恋爱，你知道？长得不一样。今晚10点，福尔问创快筛小明星大跟班。